免费直播的 SM Town Live 2022，由 SM 艺人组成的高水准演出，在全球吸引了超过5100万观众，其中包含少女时代泰妍和孝渊、东方神起、NCT、XO、KAI、宝儿、Super Junior、Shiny 的 Key 和敏豪、Red Baby 等知名艺人。而这次的演唱会更是成为韩国在线演唱会收视率最高纪录，以李秀满世界观的旷野为主题的护照，也纷纷引起大众的讨论，让人不禁感叹，不愧是韩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 SM 啊。